成功大学啊，历史系馆啊，改修了，改修留下来的，纪念的建筑里面的东西留下来做纪念的。你看，成功大学历史系馆啊。成功大学历史系馆，光复校区啊，光复校区，日治时期就修建了，那从好像民国100年还是90几年，可能是100年的时候整修，还留下一些，你看。在建筑物里面的东西，好聪明，好聪明，像这样做。很有意义，很有意义。你看这建筑物里面那个石头，我不是石头，也是混凝土嘞，几十年的建筑物。成功大学从工学院变的，工学院之前就是日治时期军队的官舍，军队的皇室，光复校区那边也变那个中文系历史系，光复后来变历史系馆。